大家好，欢迎嚟到高 Sir 晚间广场嘅时间啦。咁啊，即系当然啦，而家食晚间广场啊，梗系依下肚食个饭啦。咁咧，头先咧，大家都有睇过有啲嘅影片啦。咁啊，即系有几个小朋友咧，即系其实咧，我过往系快闪清洁嘅时间咧，经常都会见到佢哋嘅。咁啊，我成日都会问佢哋，喂，你点解去出嚟清洁啊？就是、因为佢哋即系话啊，妈妈教啊，屋企人教，即、就、系、是、清洁香港咧，就系、是、市民嘅责任嚟嘅，即、就、系、是、人人有责。咁啊，即系高 Sir 听到咧，就好感动，好欣慰噶啦。啊，首先点解咁讲年纪轻轻已经有咁嘅公民意识啦，即系第一高 Sir 觉得欣慰啦。第二咧就係咧嗰個，我成日都覺得咧今次嗰個修例事件啊，點解咁多嘅後生仔走咗出去衝啊咩時候咧？咁咧其實好大責任咧，即係除咗係我哋成日話黃老師之外咧，仲大責任就係家長。咁好多家長咧就係、是、第一可能唔識溝通啦，第二咧喺個教學啊上咧就未必話去將一啲平時將一啲意識咧去教育得好啊。例如係乜嘢咧？即係家長啊忙工作噶嘛，即係平時忙工作好少咧，即係將一啲即係可以教到有啲嘅小朋友，咁可能有陣時咧就將即係嗰個平時一啲嘅重要教育啦，就俾咗依托咗一啲嘅老師啊，甚至乎係一啲中心啦嗰啲社工去教，咁變相咧，即係可能你知啦，而家社工嘅忙。係嘛？老師又黃，咁咪變咗搞到佢哋黃曬咯。咁變咗家長又唔識溝通嘅時候，就造成今次社會嗰、那個事件或者慘劇啦。我咁講慘劇不幸事件發生啦。咁啊，咁呢度我哋係值得要深思嘅。即係譬如高 Sir 咁計，即係大家都問高 Sir， 喂，平時會唔會落場教啊？會唔會落場教啊？嗱，高 Sir 咧就冇落場教咧就好耐㗎啦。咁不過咧，逢係義教啊，或者係有啲重要嘅班啊，其實第一堂係咪尾堂咧，高 Sir 都會去落去嘅。因為點解咧？即係高 Sir 覺得咧除咗教育知識之外咧，高 Sir 仲需要去教育一啲嘅後生仔啊、小朋友啊，點樣去做人，同埋咧乜嘢係啱，乜嘢係唔啱。你要將一啲好即係將一啲重點去同佢哋講，等佢哋咧即係扶翻正佢哋啊，同埋糾正翻佢哋，我覺得咁樣先啱嘅。所以咧，即係嗰個頭先睇影片啊，嗰兩個小朋友咧都咁生性啦，同埋咧跟高 Sir 出去表演嗰啲基層小朋友咧，個個都好生性嘅。那個可能係即係高 Sir 都有撥一撥佢哋啦。咁同埋咧就係佢哋可能活喺一啲嘅基層嘅家庭當中咧，咁佢哋都見到媽咪啊或者爸爸工作好辛苦，咁所以佢哋都係生性嘅。咁啊，所以咧喺度咧奉勸各位嘅網民家長最緊要嘅係多啲聽小朋友去嘅心底話啦，同埋咧多啲平時大膽啲，不妨多啲同佢傾傾下偈。嗱，係煩嘅，即係有時有啲説話，後生仔啊、靚仔啊嗰啲咧，都嫌屋企人煩嘅。但係咧唔緊要，講多啲係啦，慢慢講係啦，講到佢哋咧，即係嗰個入腦為止啊。咁嗰個同埋咧，奉勸各位咧，就係即係教知識，教點樣做人，但係千祈咧唔好將自己太多嘅個人政治理念啊，去擺落去。嗱，例如係咩咧？我見好多遊行事件嘅時間，好多家長咧帶埋啲小朋友出去遊行，甚至乎哇恐怖啲，有個八歲、十歲嗰啲小朋友戴面罩、成副 gear 咁樣跟住上戰場。咁呢個咧就真係唔係咁好啦。第一被捕，如果個小朋友被捕唔好啦；第二，即係咁早將佢哋捲落去嗰個政治漩渦都唔好啦。即係家長即係有責任去令到自己小朋友咧活喺一個真正嘅童年啊！童年應該係學習啊、玩啊嗰啲噶嘛，唔係談政治嘅，好嘛？咁啊，即係喺臨尾啦。咁高 Sir 亦都要分享今日即係嗰個青年快閃清潔啊，有個義工好好，即係好多義工好好心，咁咧就抌咗
哥做了一条影片，咁就希望送俾大家，咁就我哋大家一齐加油啦，就唔好放弃。咁啊，即系好多嘢雨过天晴，同埋就嚟农历新年啦。咁啊，最紧要怀着一个开开心心嘅心情去过年嘛，系咪先？咁啊，高 Sir 晚间讲长到咁多，咁听日高 Sir 正能量再同大家再分享过。咁啊，高 Sir 食饭先啦。